到低头，我看到了那一丝白发。妈妈说宝贝，我没给你个完美的家。迷失的黑夜途中，只要想起你，就点亮了星空。一起唱 ，Come on！ 失去的过往，就别再回头望。失去的过往，就别再多想。现在想起来，会不会觉得很亲切？我们只想要。没关系的，这次也会熬过去的。就像深海的极光里的仰望着夜，时间一次一次更迭过往，也在一步一步实现愿望。我要让全世界记住我的模样。我怎么变这样？加油加油加油！变得这样疯狂。赖床熬夜，自我安慰，一边说什么太内卷了，一边自我消极消磨本来不多的备考时光，买了很多网课资料片，其实就看了一遍，书都没背熟，又开始抱怨为啥卷子都是红叉叉，一边积极幻想考上的样子，一边堕落贪睡说明天要认真学习，一边积极地告诉自己需要，一边闭上眼睛一天又一天。年轻人，拒绝摆烂，拒绝空想幻想而不行，你永远都不可能比今天更年轻了。我中考的那一年考了283分，父母让我去读中职，我哭了，我说我想读高中，我想上大学。那天晚上我听见父母说，要不托托关系让我走高价生吧，38000，那是当时我们家一年的收入。我如愿上了高中，高一浑浑噩噩，期末考试考了330分。高二周末回家，我突然发现父母的头发花白了。我回想起高一这一年，我哭了一整夜。第二天我回到学校，我开始拼尽全力，每顿饭只吃10分钟，每天只睡6个小时。我把当时我所有的时间都用来看书做题纠错，我害怕辜负父母对我的期望。就这样我一直坚持了下来，高考619分，被双一流大学成都理工大学录取。所以人生没有白走的路。石家庄华美学校给中考低分的孩子一个上本科的机会。那些在深夜里睡不着的日子，那些面对深渊想要逃跑的瞬间。你大好青春怕什么，向前跑，别回头。接下来的故事慢慢仔细听我说，童年的梦境。勇敢一点吧，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。
我总是在想，要是能回到那天就好了。至于是哪天嘛，反正回不去了。青春是那么美好，唯一的缺点就是消失得太快。人生又何尝不是如此呢？而正因为如此，我们更需要拼尽全力，好好生活。曾经为你